各位弟兄姐妹以及新朋友，主日平安！欢迎您参加笃信圣经长老会加密山堂2021年10月3日的主日早堂崇拜。如果您是首次参加我们的崇拜，我们竭诚的欢迎您在今后每个主日的早上与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吴牧师的正道主题是接受信仰的挑战。那我们现在就全心全神专注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此刻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当在他面前保持肃静。今天的宣召经文取自希伯来书第11章6、7两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子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们现在低头祷告。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信实又大能的主，我们赞美你，你的慈爱怜悯长存不变，过去现在如是，今后亦然。我们感谢你每天新的恩赐，一切妥当安排的美意常常超乎我们所思所想。你既赐我们赦罪救恩，也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应许我们亲近你，你就必亲近我们。然而我们却常因小信而偏行己路，远离了你。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及信心的软弱。我们也常因俗世的影响而忘记了主丰厚的恩典，失去在主里的平安和喜乐。求主时刻引领我们，使我们深知在你的翅膀荫下及全能膀臂的保护下，我们可以超越患难试炼，得享平安，得胜有余。慈悲的主啊，
过去这个月，新加坡的疫情再度扩大，感染人数持续攀升，防控措施及限制也再度加强，使得商家营业及工作生活均受到更多的限制。祈求主宰万有生命的主，限制病毒的迫害力，提高人民的防疫力，赐予政府智慧及百姓自治力，早日平息疫情，恢复一切营业及生活。赐予新生命的天父上帝，我们仰望你来指引胡文良主任牧师，赐他清楚的意向，坚定的意志，带领教会的长职及各项事工的领袖，带动整个加密山教会的属灵更新，包括华文崇拜的早堂及晚堂，整个教会所有肢体都能够从里到外产生脱胎换骨的灵命更新及生活见证。现在我们祈求圣灵恩高吴牧师，圣灵感动我们，守节心清来领受你的话语，坚定我们的信心，专心仰望依靠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在天上的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朗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一觉
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到34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弟兄姐妹们呢，平安。今天早上我想和大家来思考的题目是接受信仰的挑战。信仰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认定一切都必须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去奋斗、去解决。他们不轻易向命运来低头，更不愿意接受命运的安排与摆布，他们甚至不相信命运这个东西。这种人很现实，倘若给他们拼出头的话，他们更会觉得这是他们自己努力的成果，绝对不是什么信仰或是神的帮助。诚然，一个人很积极努力奋斗，殷勤节俭，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何况殷勤也是一种的美德，圣经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要殷勤。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一生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一些很有意义与价值的东西，绝对不是靠我们的本领或是名义地位可以换来的，也绝对不是金钱物质所能够解决或是能够获得满足的。一个人他可以拥有一切，但是在他的这个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很空虚。圣经说，一个人即使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些所谓有信仰的人，他们的信仰很可能就像一些人所说的，只是一种的精神寄托而已。这种人，他们的信仰的这个基础与经历一般上都是很肤浅也很表面，基督徒也不例外。很多基督徒他们以为信了主之后，他们受了洗可以上天堂的一切都稳妥，无需顾虑了。可是当他们在遇到这个信仰的考验的时候，就垮下来了。我们都晓得，一个人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在生活上还是会遇到困难，甚至是苦难。因为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就是耶稣他自己本身也要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苦难。所以最终的问题
不是一个人有没有信仰，而是他的这个信仰是否能够承载他的生活，这个信仰是否能够改变他的生命和他的这个价值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常被人忽略，他的经文也是很少被提到及解释的，那就是一个患了血漏的女人的这个故事。让我们一同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到第三十四节的这段的经文，然后我们从中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是福音。这段经文描述了一个患了血漏病的女人，她是如何的得到这个耶稣的这个医治的这个经过。那什么是血漏？对犹太人来说，有三种情况可以称为血漏的。第一个呢，就是女人的她生孩子的时候她流血，这个可以称为血漏。那么第二呢，是女人的月经。第三是这个不止血的这个月经。那从以上的这段经文来看，我们无法知道那个女人所患的是哪种的血漏，但是至少我们知道那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流血。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她所患的病正是令她受苦不堪，长时间的求医不但花尽了她一生所有的储蓄，而且还在江湖的这个医生的手中受尽了许多的痛苦。那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女人是在江湖医生的手里受尽了这个苦头的呢？原来啊，在当时行医呢是不需要经过什么医学院毕业的，也不需要经过什么注册的，那只要他是从事这个医疗的工作者，他就可以被称为医生了。这些江湖的医生都有他们自己一套的这个所谓的妙方来供给病人来食用。在当时最普遍的这个妙方有以下这几种。第一个呢，就是给病人来饮用一种特制的这个酒，那这个酒的里头呢，它掺了这个香蕉粉，还有明矾和这个攀援花。明矾是一种用在水质污浊使这个杂质沉淀的一种东西。那使用过多的这个明矾会使一个人脱发。那第二种的方法呢，就是用酒呢来煮这个洋葱，那么煮了之后呢给这个病人来喝，当这个病人在服用的时候呢就对这个病人说起来离开这个血圈吧。听起来好像是在做法，好像是在做法的样子一样。然后第三种呢是最不好受的一种就是呢忽然间呢来吓一吓这个病人。我相信这个病人他经过这么突然的一下，这个流血的地方呢就会突然收缩锋利那么这个血呢便会止住。可怜这个女人呢不知道被吓了多少次。他的心脏也很有可能已经被吓得变成这个很虚弱。难怪圣经说这个女人
在医生的手中受了许多的苦，结果这个病不但不能够医好，反而更加的加重了，那个血呢还是流个不停。然后现代的人都知道血是很宝贵的，更何况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人相信这个血是代表生命，所以这个女人她很自然的就会耗尽她所有的一切来止住她的这个血，结果钱花完了，但是病还是没有好，而且还继续的恶化。这个女人她绝望到最后一个地步，就只好相信当时所流传的神话。什么神话呢？就是相信只要摸耶稣的衣裳，这个病呢就会好的。所以当他知道耶稣要经过他那边的时候，他便拼命地挤在这个人群的中间，想要摸耶稣的衣裳。哎，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的病果然好了。我们说这是出乎意料之外，那是因为耶稣他从来就没有提到他有这种的这个神医的力量，只是当时民间流传以和相信他有这种的这个神医力量。其实这个也不难想象，因为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到处医病赶鬼也行神迹。而实际上在这段经文之前记载了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埃鲁的，然后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他来见耶稣，并且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小女儿，因为他的小女儿就快要死了。他求耶稣按手在他的这个小女儿的身上，使他能够痊愈，并且能够活过来。所以由此可见，民间相信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耶稣他从来就没有用这样的方法来为自己来打响他的这个招牌，他也从来没有让人用这个偷偷摸摸的方法从他的身上来得到这个医治。可是虽然这个女人用这样的方法，耶稣还是怜悯了她。主耶稣先医治好她，然后才来纠正她那错误的信心，然后从那里呢再引导她进入这个正确的信仰。这个女人她对主有信心吗？有，但是这个信心与那些相信只要摸了圣物就会好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今天还有一些的人，他们仍然相信这套，只要呢来参拜或者是触摸那些圣物，这个病呢就会立刻得到医治。这样的信心是错误的，既或这个信心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得到医治，就如这个患了血漏的女人，但是她的灵魂却仍然没有得到拯救。所以严格的来说，这个女人只是有信心却没有真正的信仰。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不单只是关乎身体或者是满足这个肉身的需要，同时也是关乎灵魂的。主耶稣他不要这个女人只是满足于她的身体被医治，他要这个女人的心灵也能够得到医治，她的灵魂
更是能够得到拯救，因为毕竟灵魂得救比身体还要来得重要。耶稣在圣经里就曾经对那个要扩建仓房然后要好好享受人生的那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的灵魂要归谁呢？因此耶稣向这个患了血漏的女人，他发出了这个挑战。耶稣问，谁摸我的衣裳？那耶稣的用意，他不是只是想要知道是谁摸他的衣裳。倘若我们以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气功来解释耶稣的这个状况的话，那么他也只不过是想知道是谁摸他而已。但另一方面，福音书的作者可能是为了使耶稣的这个问题，谁摸我的衣裳，言之有理，所以呢才刻意的加入这句话。耶稣顿时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其实耶稣的用意并不是只是想要知道是谁摸他，而是他要这个女人勇敢的从人群中站出来，不要躲在人群的后面。主耶稣要这个女人与他面对面，因为他要这个女人知道，他不但能够医治她的身体，同时也能够拯救她的灵魂。当这个女人向他诉说她所做的一切的时候，请你注意，耶稣怎么对她说？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挑战这个女人的经验，从而使她的这个人生能够得到改变。今天很多人带着不同的动机来到教会，他们都很渴望主能够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不管是家庭的也好，或者是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事业的问题，或者是疾病的问题等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也绝对的相信主是很乐意施恩帮助我们的，只要他愿意，他必然能够解决我们个人的这个问题，正如他在这里他解决了这个女人的问题一样。但是我们的主他不希望我们只停留在问题得到解决并得到这个医治的这个经历而已，他更是要挑战我们的经验，正如他挑战那个妇女的经验一样。因为主不只关心我们的肉身的需要，他更关心我们的灵魂得救。主耶稣在寻找迷羊的这个比喻中说，他会为了一只的迷羊放下羊圈中的那99只，然后他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难道那只迷失的羊是一头这个名种的羊吗？不是，它也只是一只小羊而已，一只毫无跟随群体经验的小羊，而且呢，很容易被身边的事物来吸引离开。耶稣说这个比喻，正好就是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呢，显明出来。简单的来说，耶稣对这个女人的希望，同样也是他对我们所有人的希望，那就是他要把人带回到父的家中，不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你我都是按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的主要目的。约翰福音三章就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各位，这就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第一，最大的一位进入了最小的一位的心中，这也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的含义。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这个形象。最伟大的一位进入了最小的一位的心中。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就是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最伟大的基督进入了那女人的心里。那为何有这样的事发生呢？那女人岂不是误以为耶稣是一名的巫师，是江湖医生吗？那为何耶稣不先更正他，指出他的那个躲躲避避、闪烁的行为的不是，然后呢，再指出他自己是上帝的这个儿子的身份，然后再将以赛亚书向他解释一篇呢？各位，福音之所以会那么的伟大，正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来就没有立下任何的条件，要我们先履行了、满足了，然后才接受我们。什么是福音？福音永远都是白白的恩典，这也就是福音的这个信仰的起点。第三，为何女人会恐惧？原来呀，当那女人要静静且偷偷地摸耶稣的时候，她被耶稣发现了。这个女人她之所以会恐惧，那是因为她害怕她把她的这个不洁净传给了耶稣，而她自己呢却得到洁净了，所以她感到非常的恐惧害怕。在这之前，他之所以很无助，那是因为他不能够接近这个祭司，需等到他的这个病好了，然后才能够拿出证据来告诉祭司他的这个病好了之后才能够重新被接纳。但是医生不能够治好他的病，那就等于说他连宣告自己洁净以便能够重返人群的那个机会也没有了。所以他现在摸了耶稣，他自己十二年的这个苦楚终于解决了，但是他却把这个不洁净传给了耶稣，所以他恐惧战兢。可是正是他的这个恐惧战兢向我们解释了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义的为我们成为不义，无罪的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罪恶，受鞭伤的叫我们免受鞭伤。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也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在总结的时候，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是否正在寻找一个真正的信仰？倘若是的话，你要如何开始这个信仰？其实信仰的开始
完全在乎你怎样的去经历它。事实上，信仰永远都是摆在你的面前，你只要踏出一步，去接触，去经历就是了。我们要知道，人生没有一个沙漠是神不愿意进入，人生也没有一个废墟是神所嫌弃的。当你耗尽了你所有的一切，受尽了这个百般的痛苦，你只要伸出你的手，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帮助，你一定要伸出你的手，否则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就如这个患了血漏的女人，她愿意伸出她的手来，勇敢地踏出了信仰的第一步，她就马上经历了主的恩典。没错，这个患了血漏病的女人，她的信心与信仰或许会有错误，虽是不完全，但是就因为他愿意踏出信仰的第一步来亲近主耶稣，这就足以让主耶稣有机会来亲近他，来帮助他，来把他涌入他的怀中，并将他带到天父的面前。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一直坐在那里只做思考不去行动，那对你一点也没有什么帮助。人必须来投靠神，来信靠耶稣基督，然后他的信心才能够得到帮助，他的信仰才能够扎根，他的生命也才能够得以成长。人必须先经历了主，随后再认识真理，然后才再更进一步的经历它，而不是一定要对信仰先有一个完整透彻的认识之后，然后才踏出这个信仰的第一步，不是这样。那在我过去与人谈福音的经历中，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对这个信仰抱着一个很谨慎很认真的态度。他告诉我，他如果要相信一个东西，他要先对那个信仰先有这个清楚的认识，然后他才能够接受，因为他不想要信的糊里糊涂，随随便便。那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但是我很诚恳的直接邀请他，而不是告诉他，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要告诉他，要向他来解释，那只会演变成一场的这个辩论。所以当我把这个福音跟他讲明了之后呢，我就直接邀请他，我邀请他先拿出他的信心，先踏出这个信仰的第一步，这样呢才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我还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我告诉他，如果我告诉你我手中所拿的这一粒橙是很甜的一粒橙，你要不要试试？如果你不愿意先伸出你的手来拿这粒橙子，然后剥了来吃，来试一试，那你又怎么能够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呢？今天，我们从这个患了血漏病的女人的经历，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事实：人必须先愿意伸出他的手，他的脚也必须先愿意踏出信心的第一步，这样他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与帮助。其次，
人也必须知道他被医治的这个经验不会是终极的，因为这个经验一定要被主耶稣来挑战，让主耶稣进一步的来改变他的生命。那么你呢？你是否也愿意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世上我们虽然会遇到许多的困难，甚至会遇到苦难，但是你都愿意随时帮助我们，并且以你大能的手来医治我们。但是你不是只是愿意我们的身体得到你的医治，你更是愿意拯救我们的灵魂。但愿你的灵此时此刻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愿意伸出我们的手，也愿意踏出我们的信心的脚步来接受你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得到改变。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你们好，平安。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崇拜。在我们回上位之前，我在这里有一点的报告。首先，我们的谢丽明姐妹，她的先生，他最近
接种了第三支的这个第三剂的这个疫苗之后，有出现这个副作用的这个现象。那感谢神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经过医生的这个治疗之后，他的这个血液已经可以流通了。另外王秀清姐妹在来临的星期四，她要接受这个修补耳膜和切除部分耳骨的这个手术，所以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她，求主眷顾她，让她的手术一切都能够顺利。好，我们这个时候大家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在教会里，我们都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你。但愿你赐福我们每位凡是来到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人。亲爱的恩主，我们这个时候也要为我们的谢丽明姐妹的先生来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你用你大能的手医好了他。主啊，但愿他的身体不但能够得到你的医治，他的灵魂也能够早日的得到你的拯救。恩主，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秀清姐妹将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四要接受修补耳膜和切除部分耳骨的手术来仰望你，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姐妹的手术一切都能够顺利，让她的耳膜也能够早日的得到痊愈。我们也为明环姐妹明天要去做这个心电图扫描和验血来祷告，但愿你继续保守以医治他，向他来施恩。恩主，我们也要继续为我们的安康弟兄来祷告，恳求你赐他力量与信心来扶持他、安慰他，并让他能够时刻感受到你的同在及看顾他。亲爱的主，我们也恳求你在这严峻的疫情期间保护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免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谢谢你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来领受这个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阿们颂。